虽然十二号留灯了，但颜色是变了，你就是说明他心里还是有顾虑的，对吧？主要就是说他的有两段婚姻，两次婚，第一次是前妻是嫌他穷，那没办法，第二个已经带到武汉了，不习惯，一定要回去。他是不习惯，其实这个人也挺好的，没有亲人，挺孤单在这里。我们公布一下十二号的基本资料：于小林，48岁，私营业主，年收入5万，没有住房，离异，一个儿子已经独立，喜欢旅游、看书。公布一下李本林的桃花意中人，他就是6号。于美泉，49岁，是一厂工人，年收入3万左右，有住房，离异，两个儿子已经独立，喜欢听歌和唱歌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摆在你面前有3个选择：第一，直接跟12号牵手没有问题；第二，向6号表白；第三，放弃所有的权利。告诉我你的选择是。这12号吧，直接牵手。你是我的幸福，是我一生的全部。